写《库龙二人组》嘛，《手指帽》，我爱哭，他耳朵聋。白冰冰还是冷冰冰，就算冷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报名。跳起来，运动慢慢慢，不要断断断，这样不行。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潘老师若迪，他那个江湖人称亚洲有氧天王，其健身教学幽默风趣而大受欢迎，看似人生美满，但其实潘老师心中仍有个梦想还没有实现，就是能成为全方位的唱跳艺人。在民国初年，潘老师年纪轻轻就拿下歌唱比赛冠军。哦，我还以为沈玉琳。一哥啦，不是啦，一哥啦。更曾担任四大天王的专属舞者，而这些亮眼的成绩都没有办法帮助潘老师实现梦想，可能是长相的关系。哎，人家蛮帅的，好不好？不对，是运气不好的关系。但潘老师不要气馁，命运之神今晚降临了，究竟潘老师能一路披荆斩棘圆梦成为唱跳艺人，还是被命运击败呢？潘老师交给你了。哎呦，厉害了，一天能听潘老师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我们是库龙二人组嘛，手指帽，我爱哭，他耳朵聋，今天就要让大家知道。到六十还能跳蹦迪，谁说他不行？他非常机灵，就连吃饭睡觉都举哑铃。举哑铃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亚洲有氧天王，身为战力各种武装根本难不倒我。昨晚接到通告，叫我一定要到，还要放弃这个家伙，不能放弃。白冰冰还是李冰冰，就是白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。只要有钱就来报名，跳起来，运动慢慢慢，不要断断断，这样不行。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耶耶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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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若迪白，若迪是教练，又是 YouTuber， 还是中广唱歌比赛的冠军。其实大家都会知道，我绝对不会难搞，生活凋零，生活过去还不过瘾，别再将我唠叨，别再帮我泡澡，就算大哥来了我也绝不放弃。白冰冰还是冷冰冰，就算冷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报名。跳起来，运动慢慢慢，不要断断断，这样不行。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耶耶，我的白冰冰，哎，又又 check it out， 白冰冰，为了神冰冰，神经病，真的神经病，嘿嘿嘿嘿，又吃过冰，还有红豆。阿果贵宾还有芒果冰，八果冰，掌声鼓励！好多冰哦，哦哦，了解。还有精彩。
精彩。好，表演他智障，我们有这个表演很精彩，他智障，他智障，没有表演的很精彩，是好厉害。对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给你掌声鼓励。我们开心笑了。我们也会给你掌声鼓励，当然，比如说当中跳错位置或什么，对对对，这个四个人跳的时候不一样，应该都不是故意的吧？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。连彩排的时候都没有一次是对的，没有一次对过的，对 ，freestyle， 来来来来来拉拉。我觉得太精彩，因为我们这一圈就是摇滚区，从头笑到尾，就是刚刚那个不对拍的，好好笑，不对拍到一个很严重，还练不出来，对对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。有效果，就是如果那个像那个排场太大，我就觉得哦，好辛苦。变在 A 哦，其实他们那个幽默是有出来的，对啊，大家看完以后有哈哈大笑嘛，对不对？精彩的舞蹈，舞蹈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愿意认真。你不管对与错都不重要，真的，你有自信的去跳，表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态度，你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有自己忘记舞步嘛？一定会，一定会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 ？Cover 过去，用笑把它带过去，继续跳，对，就是继续跳，因为反正我不管做什么动作，他们都会跟着。那是对，比如说我做一做，让我点冰冰，我鞋带掉了，我一绑，他们会全部人跟着一起鞋带。你的动作是正确的，对，我是决定还是不要跳好了。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好像哦，没有。好了，三位，我们看看到底给了几分？三二一，举牌。哇，九九十啊，高分哦，天啊！哎呦，今日无以回报，他日以身相许。而且我觉得搭阿虎搭得很好，阿虎一出来我就笑了。加分加分，就是要笑，找对人啊。对，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和尚交往过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你觉得不一样。